老花一每日一答啊，回答一下臭宝妹的养花问题。第一个臭宝，帮我看看这花咋了？这个麒麟怎么治疗？这个没咋了，这不老了吗？老了，对吧？就跟我大舅子一样，今年60了，跑过来问我，看看我咋这么脸这么黑这么黄呢？身上哪有斑？我说你岁数大了，就这样。不用治疗，治疗它干啥？没事啊，又没毛病。你买的时候你光看你漂亮了，老了你接受不了了。下臭宝，看我的枝子，下次缺水呢？本来就缺水、缺光、缺肥料啊，还像，不是像啊？缺光、缺水、缺肥料。栀子花喜欢三个大：大阳光，必备的啊，大水、阳、大肥。第一点没有大阳光，这两个大都没有，好吧？有大阳光就给大水、大肥就行了，嗷嗷长。没有大阳光，啥都不成立。哎，我没有光照，我想养好栀子花。呀，你跟你跟我大舅子一样，一共就1.3米，好家伙了，跟大狼似的那么高，还能没车没房，我娶媳妇儿。娶刘亦菲那样的，你那样你光单着吧你。下个臭宝，这个有一半死了，另一半蔫了，塑料袋的支棱了。杜鹃黄化病，黄化病这个不跟花友们说过吗？尤其是杜鹃、米兰、栀子这些个容易体现，因为他们典型的喜酸型花卉，由于这个 pH 值过高，就像人一样嘛。pH 值这个就像人的胃酸，胃酸分泌不足就消化不良，消化不良就营养不良，营养不良就得黄，就得贫血症。到了植物上面就碱性过高，就营养不良，营养不良就消化不良，营养不良就贫黄化病了。矾肥水啊，宝贝儿，你要北方的话，你要不就别养这杜鹃了，行吗？杜鹃花、山茶花是最难养的花之一了。下个臭宝，水培的文竹黄了，什么原因？降河吸去了，宝贝儿，你这哪是水培的呀？你这是腌的咸菜，你那根儿哪有整个泡水里的？你这叫水培吗？就我大舅子游泳健将啊，100米游泳冠军，好家伙了，你直接给他放水缸里养着，扣眼了，我大肚子翻肚了。你说你大舅子不是游泳冠军吗？怎么翻肚了？吸水不是说他能在水里边活着。下个豆宝，火鸡吉祥果，火鸡果叶子干，啥原因？水大缺光通风差，这个带果的时候它就呼噜呼噜掉叶子。这种东西很好理解，你就像那个无花果上面全是果，它结果的时候营养就供不上，你看叶子就不好了呗，黄了呗，看到没？给点光照，给点肥料，臭宝。好，下个臭宝，他说米竹也是白色的东西很多，感觉像是红蜘蛛了。竹子这个也是喜阳的，你放屋里边养，你想给它养好费点劲。这个像是红蜘蛛啊，看一下叶子背面。有话说这种情况怎么办？这种情况没法办，剪了吧，剪了它让它重新长吧，那没办法。好了，别的没啥了，有其他养花问题的臭宝记得评论区里边留言啊，觉得不错就点个赞啊，我老花一啊，养花最专一啊，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了。嗨嘿嘿嘿嘿。